好，来看台湾最高峰玉山，在花莲大地震之后竟然变矮了。这回是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五月透过 GPS 测到了这个主峰高度是海拔3952.433公尺，跟去年11月相比啊是减了5.2公分。而渔管处强调，这高度在误差范围之内，不要过度担心。只不过刚刚我们说到最新消息啊，最近山区因为连日下雨，所以玉山步道4.9公里处上方已经坍方了，那现在没有办法通行，所以玉山国家公园紧急宣布了今天暂停入园，派人前往抢修。